各位同心哈，咱请坐，感谢。咱即马开始，吼、哦。咱针对这个台湾民政府社会秩序保护法，哦，咱大家做伙来甲念一遍，来，吼、哦，由我来念啦，吼、哦，啊，恁全看过，拢总爱看，每一集爱看，念迄个逗点、句点啥，拢迄个、迄个标题符号、标点符号，拢爱甲看，吼、哦，安尼呢？至少咱已经有一个概念嘛，哦，安尼买引起恁的兴趣啦，想要阁进一步阁来了解，迄个基本法又是怎么样？哦，啊也比照这个方式来甲看，啊，这法律这个物件哦，坦白讲哦，嘛是就是啥，就是人情义理嘛，人情义理呀、啊。是只有敢那讲加迄个文，把它敢那改文章化，吼、哦、吼、哦、啊，把它法律化，吼、哦、啊，把它公平化，安尼尔嘛，啊，这是法律嘛。其实，拢总不外乎人的问题嘛，社会问题嘛，啊、哦，哦，这一点，吼、哦，我是甲各位有这个。讲出我个人的看法安尼啦吼，安尼咱马上来进行吼。好，台湾民政府哦，请我用这个北京语啦吼，北京语，然后因为有一挂少年的吼，可能迄啰，可能爱北京语安尼好啊，吼，哎有音准无？大家有音准无？哈，哦，还好，感谢吼，哎。台湾民政府社会秩序保护，哦，它的标，它里面的那个哦标题哈，哦，我们是下面哈就一直念哈，第零一章立法精神与目的，哦，第零二章。适用司法管辖权范围与地域。第零三章组织。第零四章指挥与权责。第零五章罪名与保护社会秩序。第零六章刑罚与罚则。第零七章刑罚与罚则裁量基准要点。第零八章执行刑罚应注意事项与免责条款。第零九章上诉。第一零章公开判决资讯。第十一章义勇行为。第十二章补偿与赔偿。第十三章疑义权势顿点处置与审判。第十四章修订。第十五章宣告开始与终止，哦，它毕竟是有那个期限，不是三十几年的那个
迄个盖严啊，我觉得这不可能在台湾再发生了，这绝对不能再让它发生了，啊，但是有它的必要性哈，有那必要性，啊，这个法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要适用。好，那么我们进入这个实质内容哈，第零一章，立法精神与目的。第零一零一条，立法精神冒号保护社会秩序为本法精神，句点。第零一零二条，立法目的冒号保护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权，加起来权哈，这个是因为呢，跟前面的这个那个第零二章哈，要相符合了。他这里想着管辖权嘛，那么我们这边也是要管辖权啊，范围指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地。括弧台湾地区顿点离岛与附属岛屿即其附属领海或领空括弧得实施本法逗点并得区分地域据点战争或叛乱地域逗点得适用于实施本法据点。第零二零二条，本法所指地域分为三种冒号零一点，为保护社会秩序地域冒号国安参谋联席会指定划分地域据点。零二点，警戒地域冒号指战争或叛乱发生时逗点受战争或叛乱影响应警戒地域据点。零三点，接战地域冒号指作战时攻守地域据点。上述各地域逗点应于时机必要时逗点区分地域并公告据点。第零三章组织。第零三零一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本法实施后最高决策指挥单位逗点司法委员会应指挥各级司法单位协助各级国安单位共同保护社会秩序据点。第零三零二条，国安单位得于各法院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或自行设置军事审判法庭逗点各级司法单位应协助国安单位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据点。第零三零三条，国安参谋联席会得指派专员组成军事法院主席团逗点或与各级司法单位成员组成
军事法院主席团，逗点，该主席团为该地域内最高军事审判单位，句点。啊，第零四章指挥与权责，第零四零一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于必要时，逗点，得指派专员依本法地域内，逗点，指挥所有各级国安单位，顿点，行政单位，顿点，司法单位与其他单位，逗点，上述所有单位应受该国安参谋联席会专员指挥，据点。第零四零二条，于发生战争交战时，逗点，各级军事法院依照国际战争法，应接受战地指挥官指挥，据点。翻过来，其他状况，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最高指挥中心，据点。第零四零三条，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地域法院交通断绝时，逗点，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域内军事审判单位审判，据点。第零四零四条，该地域内军事法院主席团应将该依本法情况及一切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状况，逗点，应立即迅速按即呈报至相关各级国安单位与相关各级司法单位，据点。第零四零五条，美国军事人员涉入本法时，逗点，应将该人员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处置，据点。好，进入第零五章，罪名与保护社会秩序。第零五零一条，关于触犯本法下列罪行之罪名，逗点，军事审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移交法院审判，冒号。零一点，内乱或外患，据点。零二点，恐怖攻击活动，据点。零三点，妨害社会秩序，据点。零四点，制造谣言并意图造成民众恐慌，据点。零五点，公共危险，据点。零六点，杀人，据点。零七点，恐吓及辱人勒属，据点。零八点，暴力强奸，据点。零九点，妨害自由，据点。
词典，强盗及海盗据点。十一点，非法贩卖或移转一级毒品据点。十二点，非法贩卖或移转枪炮和其他重型军备武器据点。十三点，重大诈骗与诈财据点。十四点，重大经济犯据点。第十五点，重大资讯网络攻击据点。十六点，重大贪赌公款据点。十七点，其他未列于上述逗点，但仍有重大伤害社会安全和秩序之活动据点。第0502条，国安相关单位为保护社会秩序，有执行下列事项之权：冒号，第一点，必要时得停止或解散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逗点，并取缔言论讲学顿点、新闻顿点、媒体顿点、广告顿点、其他各类资讯传播方式与社会秩序保护认为有妨害者据点。零二点，认为确实有碍社会秩序保护逗点，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组织顿点、宗教或宗祠相关活动据点。零三点，对于人民罢市顿点、罢工顿点、罢课或其他罢业逗点，得禁止及强制其恢复原状据点。零四点，得拆阅邮件顿点、电报或拦截电子邮件逗点，必要时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零五点，得检查出入境内之船舶顿点、车辆顿点、航空机及其他通信或交通工具逗点，必要时得停止其交通逗点，并得阻断其主要道路及航线据点。零六点，得检查旅客之认为有嫌疑者据点。零七点，因时机之必要逗点，得检查私有枪炮弹药顿点、兵器及其他危险物品逗点，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零八点，对于本法司法管辖境内之建筑物顿点、船舶及认为情形可疑之住宅逗点，得施行检查逗点，但不得故意损害据点。零九点，寄居于地域内逗点，必要时得命其退出逗点，并得对其迁入限制或禁止据点。十点，不得以使逗点得征调顿点，破坏或损毁民众之动产与不动产逗点，应适当
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十一点，不得以此逗点民间之所有财产及一切资源逗点，得实施检查与调查登记逗点，必要时并得禁止其流通逗点，其必须征收者应给予适当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第零六章，刑法与罚则。第零六零一条，刑法有以下两项：冒号零一点，死刑；据点零二点，鞭刑；据点。罚则有以下七项：冒号零一点，拘役；据点零二点，强制安置；据点零三点，限制居住；逗点得上电子铐或其他类似 GPS 定位系统；据点零四点，指定课程在学习。这个要有一个句点哈。零五点，社区劳动服务，句点。零六点，罚款，句点，请翻过来。零七点，其他经国安指相关单位顿号，司法相关单位与各级矫正局建议之罚则。据点，本法得刑法与多罚则交替执行。逗点，但需依照判例与犯罪或罪行之适当性。据点第零六零二条，侵犯本法之外国人于受本刑罚和罚则之后，逗点得予以驱离出境，逗点列入不受欢迎入境外国人，逗点并得禁止该不受欢迎之外国人入境。本法第零二零一条规定之司法管辖权呐、啊、哈，因为要让那个前后要一贯哈，是司法管辖权区的啊。这我们还会再讨论。文第零六零三条，本法应按判例判决与做成判决书。据点，但在无判例前，逗点经国安单位与司法单位指派之专员研究后，逗点形成本法第零六零一条之判例。据点，判例得参照本法第一零零一条之公开判决资讯。据点，第零七章刑法与罚则裁量基准要点。第零七零一条，各刑法与罚则裁量基准点，逗点相关审判人员应注意以下七项裁量要点：冒号零一点，造成之实质伤害与实质损坏性；据点零二点，是否诚实坦诚犯罪；据点零三点，是否配合调查；据点零四点，
是否态度良好，有悔过之心，句点。第五点，是否有加害者对于受害者有适当之补偿，句点。第六点，是否被害者与其家属愿意如原谅加害者，句点。第七点，社会整体之观感，逗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句点。第八章，执行刑罚应注意事项与免责条款。第801条，执行死刑，逗点，应以受刑人较不痛苦与缩短其痛苦时间方式执行。第802条，执行鞭刑，逗点，应考量犯罪之身体状况，并得分批分次执行，逗点，执行前需有专职医生鉴定其身体状况良好方得执行，据点。对于受刑中犯罪犯明显有失去生命与残废之情况，逗点，应立即停止执行该鞭刑，据点。罪犯受刑中应有医疗紧急单位在旁介护，据点。第803条，执行本法第801条，也就是死刑了哈，条与第802条之审判与执法人员拥有本免责条款，除非能经证实属于明显故意之行为，逗点，并导致受刑犯直接或间接死亡或残废，据点。第804条，因审判过程有轻忽、误判或执法不当，导致受刑人死亡（顿号）、残废和受罚者而严重伤害其权益者，逗点，其得依本法第1202条请求赔偿基金，赔偿基金赔偿的，据点哈。第09章上诉。第901条，对于依本法之审判得于判决次日，逗点，依法上诉，逗点，最高上诉单位为国安参谋联席会议，据点。台湾民政府之司法与人权单位可按实际状况，逗点，得协助上诉人上诉一次，据点。第902条，台湾民政府相关司法或人权单位认为有主动协助上诉人上诉之必要，逗点，得上诉一次，据点。第10章，公开判决资讯。第101条，依本法审判之判例，逗点，除涉及国安问题或国安与司法单位认为不妥，逗点，该受刑罚与罚则定验者之姓名，顿点，罪行及与处置状况应公开判决资讯于相关国安网站或司法网站，逗点，并应制成网路资料库公开宣导，逗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据点。第11章，义勇行为。第1101条，
本法第0201条规定之司法管辖区域内逗点，民众因为制止本法规定第0501条之现行犯之罪行而导致民众受伤、顿点、残废或死亡之义勇行为，顿点，应依本法给予医疗、顿点、补偿和奖勋，据点。本条款适用非本国民众，非本国民众外国人也可以哈，据点。义勇行为认定由地域内国安单位或司法单位认定，逗点，并得公开于相关国安网站和司法网站表扬该义勇行为，据点。第1102条，为预防紧急事故或于紧急事故发生时，逗点，国安单位征调自愿民众或各类专业人士，逗点，共同为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时，逗点，适用本法第1101条义勇行为，据点。第12章补偿与赔偿，第1201条，依本法第0502条与第1101条，逗点，国安相关单位应设置或运用补偿基金与奖勋办法补偿，据点。第1202条，依本法第0501条与第0502条受审判后经证实为不适当判决与执法之行为，逗点，司法相关单位应设置或运用赔偿基金给予赔偿，逗点，国安单位和司法单位应恢复其名誉，据点。第13章异议诠释，顿点，处置与审判。第1301条，对于本法有异议之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逗点，国安参谋联席会及直属单位有最高先果断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之权利，据点，司法委员会有权得对其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或判决提出质疑或不信任，逗点，并得要求其改善或停止其诠释，逗点，处置，逗点，顿点的哈，处置，顿点，审判或判决，逗点，上诉司法委员会得委请直属平行单位为之，据点，但上诉于发生叛乱或战争时不得提出质疑或不信任，据点。第14章修订，第14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与司法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时，逗点，得召开本法之修订草案委员会，并得进行通过该修订案，逗点，修订案需送交台湾民政府中央决策委员会，顿点，参议会与众议会备查，逗点，并公告本修订案，据点。第15章宣告开始与终止，第1501条，本法经司法委员会修订并通过，逗点，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逗点，本法于台湾民政府始政当日前国安参谋联席会无异议者生效，据点，本法之开始为台湾民政府宣告始政当日实施，据点。第1502条，
台湾民政府参议院与众议院认为必要时逗点，应参照国安参谋联席会意见，不曾终止社会秩序保护法之陈情与报告书逗点，并送交司法委员会讨论并议决通过逗点，并将该终止本法决议送交参议院顿点众议院与国安参谋联席会备查逗点，并宣告终止本法据点。第1503条，宣告终止本法立日逗点，恢复各级法院之审判程序据点。啊，我终于把它念完了哈。那么，那个啊，我希望讲吼，大家等一下吼吼，咱这个红书上面吼，里面所有的法案呢，大家给他看一遍，大家给他看一遍，看一遍你不一定你不是就变成专家了，但是至少你在脑子里面吼有一个概念，啊你的。当你去做你的迄个郡守啊，或者是内阁阁员啊，吼，的时阵哦，你都较有迄个方法部署安尼啦，吼，安尼这是我甲大家拜托安尼，啊，等于小看一下吼，安尼恁时间到啊嘛吼，时间到，还有5分钟啊，还有5分钟，哦。还有5分钟，到了是吧？到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哦，今天的那个课就到这里为止，感谢各位，谢谢。